鲁班七号新皮肤十字奇旅来了，传说限定皮肤13号零点上线。路转画面呆萌形象，是个宅男卡通迷。普攻特效释放蓝色特效，密度标出现膨质，头上数字变成生气的表情，被动扫射出现很多拳头，并且有哒哒哒字体。过程中火焰特效也是拉满，除了特效，音效也很带感。一直人丢出炸弹，随后爆炸出现动漫里的蘑菇云，爱间出现火焰拳头，命中出现很多钉子和一个卡通电话，大招图案内出现漫画的世界，这个音效很有意思，尤其是命中目标后的打击感。击落目标，这款皮肤鲁班本命玩家看了是什么感觉呢？满分10分你给几分？我个人觉得蛮不错的，音效特效都不赖，